去啊！电流两匹马，绿衫系一铺中横，粉红衫系得意绳嚟嘅。转香港体育外院湾啊，放头嘅马咧，咁啊见到外边位置劲力十足，就走咗出嚟先啊！无敌勇士跟住个第二位啊，第三位就你知我得啦，内栏第四系竞尽天下，中档第五位啦，跟前咗啊，安泰啊，再后边嘅马仲有加范响中间啦，出边黑衫紫色帽就金鼓齐声啦，再后边蓝衫。第一尾四五到咧就街福區啊，走入邊喎，黑衫紫色眼罩時時清心啊，頂外邊兩隻有一鋪中橫同埋得意醒嚟嘅，好啦，最後三百零米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咧就無敵勇士啊，中間位置有你知我得啊，中間安泰亦都追緊啊，外邊啊金鼓齊聲啦，出邊位置仲有街福區啦，最出嗰邊咧仲有呢只一鋪中橫啊，最後百零米安泰就脱穎而出噶啦，外邊街福區上緊嚟，中間有金鼓齊聲，元蘭喘上嘅馬仲係時時清心，接近終點安泰打開勝利。之门啊，跑第二名街福区，第三名时时清心，第四名系你知我得啊。结果今场赛事呢只安泰最紧要就头段啦，抢到一个唔错位，大约二搭第四、第五位直路上面出头先，打开嚟香港。